你讲玩玩这种就是多人连线游戏啊，司机最重要。看到没有？左边有路，欸、有肉，嗯，在左前方。有路了，不是肉。路记得按 shift 的可以跑哈，可是你要注意你的能量，能量要用。哇，能量很消耗哎、欸！我刚开就没有能量了。哦，我听到打僵尸的声音。哦，打死了！打死了！是你死还是他死？他死啊！啊、哦，他死了！为什么全部都是红色格子纹僵尸啊？不愧是高手！我最后才被打。不愧是高手！好了，我要开台了。快快快！我就准开台。我现在唯一美中不足就是找不到包包。我看到一个防御塔、欸，还是什么？你说那个哨塔吗？那种可以亮灯，可以亮灯哦。红色的，我了红色的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是神器啊！我最喜欢用的神器。哎、欸，我的防御塔瞬间被解决。你是说可以亮的那个？你这路灯吗？对啊，好烂哦，烂透了。我已经不知道东西南北是什么方向啦。这边看起来是海，看起来是海。哦，我们不要去海边，我们去找风魄，好吧？我们回镇上，我们要生存下去。有一台可以用的车，来哦，上钩啦，各位啊，粉丝们来拥抱吧！哦、啊，你怎么一堆粉丝们都落单了啊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时间不 care， 有你们就够了。不管人数有多少，一十或是一百个都可以啊。只要你是我的粉丝，我都会大方的给你拥抱啊！你们怎么一直发出啪啪声，好奇怪啊！为什么你们都倒在地上了？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身上都是血啊？为什么？啊，又发出了啪啪声，好奇怪啊！哎，我卡住了，往后一点，往后一点。哎，好多人哦！大家看到我来就非常激动，蜂拥而至，蜂拥而至，粉丝啊，太神奇了！这是一个粉丝见面会啊，粉丝见面会，我的。血剩下，不是血，是我的油剩下2%。哦哦哦哦！我的车爆，我的车爆！哎，各位粉丝们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大家都有，哎，都有这个机会，好不好？大家都有机会，人人有机会，人人都可以当实况主，好不好？这个。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哦，不要激动 ，OK 的，可以的，你们可以的，好不好？你们可以的。有到小岛上吗？我没有，我过去啊，我在那边游。你在游，我看到你了。你看到我了？对，有一个闪亮亮的东西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就GG了。我去找你看看。对，有个东西在游，有个东西在动，还反光，还反光，有个白色的物体啊，会反光。因为我做了矿工帽。哎、欸，那是你没错，没错。所以你现在在哪里啊？你继续游，你继续游，我看得到你，我跟着你走。哦哦哦哦，有亮有亮，无亮无亮。我卡丢利亚，你等一下不要砍我啊！不要砍我啊！我跟你是 PVE， 所以砍了是不会有事的。啊、真的、哦？哎、欸，早安。哇，小偷啊！不是，哦哦哦，我就说我长得很猥亵吧，猥亵吧。哎、欸、这样子不那个、欸、这样子就没有那么猥琐了、欸哦、穿东西才没那么猥琐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那个是 armor， armor 是什么？增加防御力用的。可是我不能捡、欸、不能捡为什么？你先看一下，我装备明明就是空的、啊、你先看看你的，为什么你不能用？我你要按 F 键呢、啊？对，按 F 键，他说 cannot lift， 好奇怪啊！为什么？你看一下你的背包有没有空位啊？有啊有啊，三个空位啊！我看我全丢了哦，哎、欸，可以捡了。嗯，哦，那可能是负重过多了。哦，有可能。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我的血已经不够了，剩35%。35%。对，35%的血感觉不足啊。对啊，可惜本来真有非常多好玩好吃又奇特的捡的东西，非常多的 banana。哎、欸，非常多的 banana。才怪。你想放哪就放哪，想怎么吃怎么舔怎么咬怎么含都可以，任君挑选。一种 banana 有十种吃法、啊、十种吃法这是有研究的、啊、哦，外面有个露营地，有机会出现旅行者背包，真假的？早说嘛、嗯
行者背包哎、欸，旅行者背包、欸、有水手服哎、欸，我决定我要抛弃我的这个，哼，通通丢掉。嗯，我决定我要穿这个那个水手服，配防弹背心。还好你们知道配裙子。哦，这是一个变态的概念。现在慢慢的沿着这条柏油路往前走。耶、yeah, ，我不用再担心食物的问题了。哦，恭喜哦！哦，吃到饱，吃到饱，吃到死。前方有一座奇怪的东西，亮亮的，看起来很像风破门吗？这么近哦？对啊，这么近哦？对啊，要么要食物吗？好吧，好，等一下你先把我带到那个游的地方去，好不好？就这点，你等一下你有油桶吗？没有，没有油桶不行。那我们要继续往前。好，继续往前。好，直接往前走吧。往前走，这里吗？还是枯木镇？不，往右边，右边。OK， 了解。你讲玩这种就是多人连线游戏啊，司机最重要。看到没有？左边有路、欸，有肉，嗯，在左前方。有路啦，不是肉。不是看到路就想要肉嘛？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边有一个夜视镜哎，你要不要？哦，好啊，哪里？给我，给我。这边。哦，感谢你，不要死啊！你看后面有僵尸哦。不要死啊！不要死啊！你不能死，你死了我们怎么办？等一下，我要先做瑞格。我们家乡都得靠你啦。这不是夜视镜，这是望远镜。它、啊、是望远镜吗？啊，这是望远镜。可以在远方清楚的看到一条路在那边。这个地方唯一不好的地方就只有它没有办法找到医疗物品，其他都 OK。哦，没有医疗物品，玩下军营刚那地方就有了。对啊，那就只是要额外再跑过去而已。哦，通用子弹是什么啊？有人说有通用子弹哎、欸。啊，这个我真的不晓得。对啊，你在哪里？给你东西。我在 fire 那边。不知道这个东西 O 不 OK 呀、啊？没关系，我已经把枪丢了、哦、我已经拒绝使用枪了。不找到 O 不 OK？ 哦哦，一定可以，一定可以哦，有就好。那我先把东西丢掉，这个高尔夫球杆丢，这个丢，这个丢，通通丢，不管你们。啊、哦，舒服、哦。我来试枪。哦，枪会把怪物都引过去哦，注意。OK 的。现在就是缺怪物。是吗？可是我觉得我这边直接引过来的怪物比较多哎，而且一刀一个，加油！一刀一个，你要我说什么？哇，一刀一个，这是右键哦。没有，左键就好。真假的？你的 worry 也要点。啊，舒服、哦。我最后可能被打。弓箭好难捡，弓箭小小一个，对啊，其实是小小一个。这边叫 gas station 啊，绕回来之后是看到 gas station。gas station， what is gas station？ 就加油站。哦，加油站啊？对啊，加油站啊。然后加油站我很喜欢把它当做据点，因为它上面很平，我可以直接盖梯子上去。哦，そうですね。啊，直接玩了两个小时不到啊，还是不知道怎么做萤火，还是不知道怎么做东西。就是石头加上 stick 啊，石头加上 stick， 对吧、啊？就可以了。你站在上面也不会有事。no， 直接烧起来哦。哎、欸，我把东西可以开关，还可以开哇，可开关式萤火，第一次看到啊，各位199啊，电话打下来那只啊。0980202202，好不好？打进去会有专员跟你服务，这绝对不是我家电话，是吧？然后我要死了啊！准备跟子健说拜拜吧。吃东西啊？哦，来不及。为什么？你污染度那么高啊？不是啊，我吃来不及，有没有注意到啊？哦，真是的。哇，就在死亡中阵亡，那个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哎、欸，啊，那今天玩的这个 Don't Stop 初体验，不是 Don't Stop 吧？是 Don't Stop， 是 Unturn 吧 ？Unturn， 啊，舒服、哦。